兄弟们，这里是韭菜兄弟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币圈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现了哪些精彩的事情。确实啊，还是比较精彩的，对吧？又有很多暴富的神话。那我们一起来复个盘。同时呢，我们的社区呢，第一群和第二群都已经满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要进入我们的社区呢，记得加我们的呃小助手，对吧？入群，我们在社区里面呢，会更及时的分享一些 alpha，并且探讨一些。 最新的一些币圈的一些热点啊，好，那过去发生哪些事情呢？我做了一个呃、啊、简报，对吧？第一呢，就是啊，最近全网都在说的啊，就是这个“土狗记或者“赌狗记和伊朗马斯克和马克思，对吧？这个概念席卷而来啊，币圈不得不说就是一个赌场，对吧？一个赌场啊，这个赌场只要有人喊一个单啊，一周就是上上百倍的拉升。 好，我们看啊，那上周到现在最大热点叫一个 t o 啊 t o 是马斯克亲自喊单，他把他的签名改成了 t o 据说是他的一个公司对吧？里面有一个什么 CEO 啊，还是 Cmo 啊，他的名字改成了 t o 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的 smiley 啊，这个是个比较老的币了，突然拉升啊，也和马斯克有关。 好，我跟帮大家找了一下，对吧？这个就是 s m i l e y 啊，今终于有所回调了，对吧？有所回调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昨天晚上，呃，北京时间大概是三点，对吧？就澳洲时间是今天凌晨六点开始启动啊。从一点三七个 million 的市值，最高达到了十八个 million 的市值，对吧？差不多是十二倍左右啊。那你说你在什么？ 之前就买到了啊，那这个，那这个就很难啊，对吧？那个就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对吧？一般都是从这个时候买的，那呃一一个以太进去，对吧？十三个以太出来啊，就是这么的血性和夸张。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啊，最夸张的是什么 c h i l l 对吧？这个是 Smiley，这是 c h i l l t l l 妈天天涨，涨到你怀疑人生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打开 c h i l l 的图。 啊，今天终于有所回调，对吧？这个大概是在一月十三号，也就在三四天前，对吧？开始拉盘啊。我们直接看这个 market cap。我、哦、一般我们这种告诉你们小技巧，不要看这个币价，对吧？这个币价太多零了，看不清楚，看 market cap 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从最低的六 million 啊，到最高的一个亿，对吧？一零四十五倍的涨幅，对吧？十五倍的涨幅。 那你说有的人是什么，在更早之前买的啊？什么在这里买的？那这个，那这个就有多少倍？五百倍的涨幅了，对吧？四百倍的涨幅，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啊。那一般性呢，我看到全网疯传的最高呢，也就也就吃了一百倍，大概一个以太进去一百个以太出来，对吧？三四天的时间，这还有什么祖阿路对吧？以太啊，威神的祖阿路啊。 这些命币呢，都开始疯狂的爆发、啊，疯狂的爆发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币圈就是个赌场，对吧？大家都喜欢来赌。好啊、呃，如果你没有抓到呢，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、呃、我们之前也说过了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啊，就是你赚到的钱就代表着有人亏到了钱啊，有有人亏了钱，对吧？是个零和博弈啊。呃，这个赌狗其实风险很大，对吧？风险很大。 啊，你没有赚到钱，那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它涨得太快，对吧？要跌下来会非常快啊。好，昨天啊还有一个呃，全网都在疯传的，就是币安新的 launch pool 啊要公布了，并且公布的呢就是近期啊炒得沸沸扬扬的 m a n t a 啊，确实是 m a n t a 对吧 m a n t a 啊，据说呢官方流通二点五亿，对吧？场外差不多是在两 U 左右。 呃，同时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币安的近期 I U 呢都在疯狂的拉升，对吧？霞从底部大概零点五毛左右，五毛钱，到现在的一点一刀啊，涨了一倍多啊，涨一倍多，也就两天的时间，涨得很快的这种币。然后呢，Manta 呢，作为一个新的 ZK Layer 2，对吧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、呃，用我的满啊。 我刚看了一下，没，呃，很多人都没用，对吧？你看一堆人是零零零零零零零，这个就不太好了，对吧？我跟说，这个码是有限的啊，一个人呢就只有大概十个码，对吧？你用了我的码而不放这个以太呢，就不太好，还不如给别人用，是吧？给别人用。好，呃，那不管怎么样啊，就是如果用我码并且放入以太的兄弟们，感谢你们，对吧？感谢你们。 也希望你们能够获得大的空投啊，大的空投。空投呢，我了解了一下，是根据你的 NFT 来的，对吧？就是你看，我都是一些垃圾 NFT，你要获得这种金颜色的 NFT，那你就牛逼了，对吧？那你就牛逼了。像我这种垃圾 NFT 呢，其实呢意义不大啊，意义不大，不会获得太多的空投。但是重在参与嘛，重在参与。好，这个是 Manta，对吧？现在已经可以在币安上面去挖了啊。 去参加 IEO 的话，就可以去挖啊，但是挖是挖不出来多少的，对吧？挖是挖不出来多少好，第三点啊，网传啊，币安的官方 Web 三钱包啊，在代码里面已经接入了，对吧？据说啊，这个 Web 三钱包已经蠢蠢欲动啊，马上就要推出了。那这个到底是币安的 Web 三钱包、啊、令人耳目一新呢，还是我们现在市场的绝对龙头 OKX？、OK 能够老而弥坚，对吧？继续占领这个 Web 三钱包的王者地位，那我们要拭目以待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操作对我们韭菜来说啊，对我们散户来说是一个啊、呃、利好，对吧？我们多了一个更多的选择啊，至少市场不是更垄断了，对吧？可能边上面的流动性也会变得更好一些。我们要拭目以待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最近也是啊、呃、沸沸扬扬，对吧？我们 这个 I-gun layer，I-gun layer 具体是什么啊？请容许我卖个关子，或者可以加入我的社区，对吧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I-gun layer 作为一个最最呃新的叙事，对吧？重新质押啊，英文叫做 restaking 以太坊协议。那什么叫做 restaking 以太坊协议，对吧？那我们、呃、有机会啊，我会做视频和大家详细的分析。那呃，最近 restaking 协议特别多啊。 最新的一个协议叫做 Renzo 啊，完成了三百二十万美元的融资。如果你有多余的以太啊，不妨去参与一下啊，不妨去参与一下。但说实话，最近以太有点伤，对吧？很多你，我不知道你大家手上有多少以太啊，啊、呃，确实以太不太够用，对吧？又充 m a n t a 又充 Blast，、啊、又是这又是那对吧？就是以太不太够啊。那如果你有很多以太的话， 那你是呃妥妥的王者，对吧？王者啊，基本上就是躺赢啊，躺赢。所以我感觉以太你也不需要卖啊，就拿着就好啊，多参与参与一些比较稳的生态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对吧？问题也不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啊，这里是韭菜兄弟、呃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啊，同时呢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区啊、呃，参与更前沿的讨论，对吧？更实时的讨论。 呃，从整个币价来看呢，今天晚上呢又是到了一个非常重重要的地呃时间点，对吧？那就是啊、呃、美盘啊、呃、要开市了，美盘开市之后呢，这个灰度的 g b d c 是不是会持续的抛压，还是说啊、呃、场外的热钱啊对对 Bitcoin ETF 的追逐，对吧？要要上演一场好戏，那我们要拭目以待。从啊、呃、最近的二十四小时来看呢？ 整个币圈呢还是处于一个博弈的状态，对吧？博弈的状态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呃币圈都在盘整，对吧？都在盘整啊、呃，但是其中呢有几个币呢还是比较出跳的啊。那第一个就是，其实这些币我都给你们都强推了啊，已经安利了无数次。第一个就是谁，对吧？我们说的我们俗称的双 S 组合啊，这个谁呢？也不知道是大 S 还是小 S，对吧？反正最近表现非常的抢眼。 啊，不出意料呢，就可能要 all time high 了，对吧？all time high 大概是零点八九啊，那这次突破零点九，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，除非比特币崩盘啊，除非比特币崩盘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呃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水，对吧？SUI 啊，SU I, 这个是我们戏称啊，双 S 组合。SUI 去哪了？啊，已经排到五十六了，对吧？之前还是在百啊八十名、九十名徘徊。 七天爆拉百分之六十啊，呃，排名五十六，对吧？这个水啊，你去用过水的生态，你就真的会觉得水非常好用，对吧？水非常好用，水的生态我基本上都参与了一下，对吧？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啊，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水生态上面如何去参与啊，如何去挖矿。其实水上面的生态呢，呃，其实挖矿啊，这个 APR 特别高，对吧？大家不妨去参与一下。 那我们下个视频来讲，好吧？这些视频会慢慢的给大家呈现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呢，就做到这儿啊。这里是韭菜兄弟啊，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日报，嗯，希望能够每天做，对吧？啊，也欢迎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油管频道，好吧？加入我的社区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peace。